谢谢，我来就好。这人到底是不是真看不到啊？苏老师，嗯，是我。哎，苏老师，我是想说，我的车那个停在门口左手边那儿了，你小心点，别碰到了啊。你没课吗？这会儿就要走啊？没有。易经先生，这里面是有什么您自己的故事吗？没有。啊，那行，那没事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